榴莲，我看最近大家都在拆榴莲，我们也跟风拆一个榴莲，看看怎么样。希望我的里面是满满的肉啊！哎呀，真是不错哈！我这个胖嘟嘟的榴莲，给你们看，等会儿，然后先一半半整啊。然后把肉再弄出来，哎呦，真不错啊！你们看，每一半都有肉。哎呦呦呦，有点大啊，我有点。看看，这三半，先把这半，我先试口啊。嗯，真甜。这轱辘，妈掉了！咋说？别看榴莲臭哈，但它真香，是真香，吃了就忘不了的味道。我这个应该是熟透了，所以特别特别甜。我还有一半没拆呢。哎呦，这二米还有一个最后的一半，哎呀，基本上完事了。看看，行，这个是不是还有啊？我看看，好像没有了。看看我这些。我觉得有点累，嗯。